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我们是新年的第一个狗市集，来给大家来今天逛一下。这边全部都是人，聚集的人琳琅满目。接下来就给年前订狗的老铁去找一些狗了。给大家来看一下这边新年，这边个是这我看到这一窝都比较是很相当不错的沙滩金金毛了。大爷这样咋卖？大爷这样咋卖？哦，1500一只。这个是1500一只，这个是确实是它和500的区别完全都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，全部都是血统的，一分钱一分货。这种的话就是拉家走的话，回到家进的是都挺可以的。带他逛街也比较飒。对，确实有种物的料，这个也比较可爱一点。因为金毛它天生就比较温顺啊，可能这是一窝的，但是你看这一只就嘴比较长，这一嘴就相当的好看。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金毛都一个的价格，它不同的品相、不同的血统都价格都不一样。它同样是一个妈生的，它的一窝里面都分俊和丑，有的嘴头长，有的嘴头短，但总体全部都是黑鼻子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看，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大一点。大爷说大概都应该有在个13-14斤左右了，打了2针疫苗的。这种一看呢，就是说往这一坐，都是养护家里的。每一只都特别的欢腾，但是它就是说这些金毛给人就是比较眼前一亮的感觉啊。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，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就可以艾特我了啊。